而另外0403地震赈灾爱部落房屋修缮纸尿裤公益关怀捐赠活动40号在文兰基金会文兰基督长老教会办理，由国际世智会300DI 区北斗殿安慈善功德会来关怀偏乡，延续善的循环，让秀林乡更加的幸福。原住民台部落合作社理事主席王省刚主办，捐赠单位为国际世智会300DI 区北斗殿安慈善功德会，来到文兰基督长老教会来办理0403赈灾爱部落房屋修缮纸尿裤公益关怀捐赠活动。国际世智会300DI 区总监张建昌表示，0403赈灾之后，世智会持续把爱送到偏乡来关怀，花取小额捐款，然后来协助我们需要震后的一个重振工作，还有一些物资需求、部落修整。那我们也透过我们爱心世智会的媒介，然后今天来这边参加大家来做一个结缘，也希望我们这些捐赠能够响应我们国际世智会人道主义的宣导，来号召更多人来对于现在灾后重建的工作，大家共同来响应，共同来捐助。那我们也预祝往后这些我们原住民这些一些部落赶快的恢复应该有的生活环境。那我们希望带来更好的一个大家一个关怀。进行这个所谓的关怀工作，不是只有一两天哦，长年以来，他们其实都在各个部落做一些关怀的工作。在此真的还是要再次感谢世智会哈。刚刚呢早上在捐助我们货柜的时候，其实那是我们秀林乡的嘉明村，那现在又来这边捐助尿布，还有我们整个对这次0403地震的受灾户有几户哈有捐赠一些关怀的一些工作我想这里是我们文兰村所以我们的土地面积是非常大，那其实各个部落都需要关怀，在此最后还是要谢谢世智会长久来而更何况是这次0403之后第一时间都是师友们的协助。国际世智会表示，希望就有这次捐赠的活动来关怀部落，继续制造延续善的循环，让秀林更加幸福。记者中文学校报道。